麻辣的羊小腿。同学们，这羊腿你们要做成上一个羊腿的视频里面有啊。老铁们啊，咱家这个羊腿新增一个79的规格，79是发2.5斤，然后尝鲜一下，79大约是3根羊腿，然后切块。如果想要整根的话，跟客服备注一下。满的，骨髓高。老铁们，咱家这羊腿啊，148发5斤，然后是内蒙的羔羊肉啊，给大家看一下商品详情。老铁们，这就是咱家的羊腿啊，新鲜的。然后吧，给你们发货之前吧，咱都给它放到那个冰柜里是冻一宿，冻上之后新鲜速冻啊，然后咱们封上之后给大家发出去啊，嘎嘎好，看这品质啊，鲜的。咱家这羊腿特别好啊，